星巴你要开直升机对不对？我可以啊，如果能开这么久的直升机，就是第一人称位。因为你那个如果很少在开的话，你可以开第一人称，连降落都会有问题，就是那你去因开为，直升机，我们其他人走陆路先上去杀人。因为那个降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附近有没有那个什么树。因为你随便撞到的，万一冒烟，因为你第一人称你是看不到那个后面有没有在冒烟的。只要一冒烟的话，这个直升机可能随时就会准备拜拜了。GTA 人的眼睛非常比那个 CS 还要容易晃动。换重装啊！因为要杀人，被关了。那不能啊！你不是有买？不知不觉啊！有啊。是算重装吗？嗯。他的资金不见了，妈可以嗯，发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人找我们？找我们？没有等到。你要准备二十天了吧？哇，太厉害了！要穿枪去打警察吗？完全不穿衣服，也不穿背心，这个猛！阿雄，我们走陆路。三个。他没有说话，说话没有。因为他知道吧，他有听到我们讲话啊。哎，哎呀，现在车祸率也高了。昨天我这么期待你车祸，你都没车祸。你那个视角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你只能看到往前看，不能往那个四周看。我觉得，所以我要选了一台窗户很大的车啊。你只有在往后看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后面的情况，就是看你第三人称。我们要去开那个小海城。开进原车之后，奇怪，是我太早了吧？该不会第一人称爬不上去吧？不是，因为太好改，有惧高症。远一点的小海上。我先，我可会比较晚一点来，因为我没看到直升机，我先离开再回来看看，会不会再重生。有啦，前面还有。他地图没有啊？其实地他那图个上不最会在显示。前，他在那个前方，其实还有放另外4台夏尔莎。第一人称还是有比较好开啊。哪有哪有？我开赛车游戏比较习惯第一人称。你们叫第三人称，第三人称很容易抓不准距离。哪有哪有？它是指那个，就是你整个车如果整个就是翻过来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转哪里。翻不完就等下翻回来，只能等他跑完吧，等他翻完。哎呀，想要听一个坏消息吗？没有但是我直不升用机说了，对，
那你那你赶快过来吧。哦，没有，没有，没有。记得是从这边下。哦。除非那个真实几率有个乌云者星期，不过这个可能性很低，可能几乎都没有。乱干什么东西？哦，不。如果，如果要是，完了。如果能从那个军事基地抢到一台战斗机的话，也许还可以。战斗机又不能载那个。我只能就是助阵而已。我的军事基地里面可能只有那个坦克、战斗机，就没有别的了。上小海上啊！上啊！上啊！去那个岛上。是岛上。已经那边已经开战了。好啊，我看到了。等他靠近一点吧，现在应该也打不到。什么在下山啊？可以吧？不会就假的吗？一样啊。啊，不没有用啊。啊，万呢？啊，你来了。他解决掉了。看到敌人，通通杀掉就对了。哇！有自动瞄准，好打多了。在电脑版大战都要自由瞄准。电脑版没有自动瞄准。就看到敌人就闪啊，还有什么？走，往前走啊！地图上不是有很多红点？正在被我们解决，你赶快来，可能还杀得到。哎呀，地点怎么这么远啊？哎呦！警察打完了没有？打完了吧？哎，怎么还有一个？去哪了？找不到啊！动物上面有人。哎呦，在后面。Don't answer the phone to Lester Crest. All right, all right. Let's go. 小明，等一下要上那个跑车。哪里有跑车啊？先上船。等一下上那个不明的跑车。嗯。上船了吗？另外一个人要上来吗？那我走了。我应该要开骷髅马了。等你等一下看谁在，因为我得在那个 NPC。
雷通峡谷。可以吗？好，那你叫完就跟着黄线走吧。哇，这个越野路段就有点难开了。奇怪，你什么时候坐到后面来的？什么时候？太小了吧？对啊，骷髅马超难开。叫另外一个人看一眼。哦，差一点下山了。啊！下单了，下单了！上去，加油！我的王者。哇、哎，这个山超难跑的。真的超难跑的。超难跑，三颗星啊！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刚刚救了这个人出来了，会被冲击。这边还是尽量慢慢开，这边比较好。会啊，没关系，你躲在骷髅马里面不会死掉。你因为在那个道路上，如果是在那个沙滩上的话，可能会叫不出来。因为你看一下你地图上有没有那个车有没有在，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还有五分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一定来得及的，放心吧。除非甩掉警察的速度太久的话，就比较来不及了。不是因为第一人称的我开的比较慢了。第一人称的越野路我真的没有经验。对，你快要到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直升机就好了。打花了。等下打到护送车队的时候有什么计划吗？啊？就打到护送车队的时候有什么计划吗？护送车队就开了卡车开始冲啊。问题是要怎么，就是预防，因为开攀或者货车的时候一定要有人护车，好好驾驶，不然会导致那个驾驶向别人摔出去。不然就先停着吧，车队打爆再。直升机先打掉。我是有个方法，就是后面的人先把我丢直升机，那我先去把前面的人敌人添光。可以啊，我被直升机影响了，我逃不掉。我把子弹你撒了，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求你要活着、啊！我没有骷髅马。I take roadkill scoop and trash juice over IAA mind control drugs any day. I would. Oh my God.
我已经快要甩掉警察了。我没甩掉，我是用的。不是只要我逃出来就可以了。没有，没有，我要回来，我要回来，我你别死。拜托你撑住，我快到了。我没有办法，找不到。好难开，我天啊！再撑一下，再撑一下，我要倒了。好、啊，过了。I'm not a cop. I'm helping Lester. Have you done it? What? Has he done it? I don't have the Pacific Standard frequency here. I don't have my tools. Ain't that convenient? I've got some tools. Come on. Let's go meet you back at your place. Nice. Don't worry. The transponder will be ready for the job.上车段应该是最难的。不然我有个方法，就是这个比较薄，虽然比较慢，可是会比较保险一点。嗯。反正到那边的时候，我再负责讲解一下计划就好。好。不过最主要一定要先把那个直升机优先打掉，把那个。要是没打掉的话，就绝对过不了。